们再来看第四品，阎佛众生业感品。如果说第三品还是从念头动机层面来说的话，那这一品主要从它的果报来展开南阎佛提众生的业。业就是身口一三业所感得的结果。这个由业感果，实际上就是谈感应之道，或者叫因果法则。因果就是感应，你是什么样的因，就感什么样的果。这里面是不差毫厘的。那这里特别提出南阎佛提，在四大部洲里面，南阎佛提众生有一个特点，就是他勇猛强记，意志力强，所以这个地方的众生要造孽会造得非常的深重，要修行呢也能修行得非常快，就看怎么使用。但一般来说，南阎佛提众生的根性恶的地方多，善的地方少，所以地藏菩萨就悲心甚切啊，对南阎佛提众生更有一种偏向，来救度南阎佛提众生。所以这一品就是以地藏菩萨的宣说为主体展开的啊，就在尔时，地藏菩萨摩诃萨向释迦牟尼佛重新叙说富足之事啊，世尊，我成佛如来威神力故，遍百千万亿世界，分无量的身形，救拔一切孽报众生。如果不是如来的大慈悲的力的加持，我就不能做如是的神通变化。你看地藏菩萨的表白，为众生做了一个榜样，就是尊师重道。从来他不表白炫耀自己有多少功德，我有多少能耐，一切的功德都归到佛陀那里啊，所以不是佛的威神力量的加持，我就不可能有这种变化神通。那今日我又蒙佛辅助，辅助什么呢？就是佛灭度之后，指弥勒菩萨成佛以来这段时间，六道众生啊，都要让他度脱。这是释迦牟尼佛对地藏菩萨的嘱托，地藏菩萨就承担下来，唯然世尊，愿不有虑，希望你不要忧虑，我来承担。当时释迦牟尼佛就很欣慰，就告地藏菩萨，一切众生未解脱者，这里谈一切众生就是指前面所指的十有一二。释迦牟尼佛示现八相成道，已经度了十有八九的众生了，还剩下十有一二的众生没有解脱。这一类众生情况比较复杂，性识无定，就是他六根的习气习性呢，以及他的分别识啊，没有抉择的智慧，没有决定性啊，
左右摇摆，就看遇什么缘。如果遇到一个恶的缘，他就会造杀盗淫的恶业；如果遇到一个善的缘，他就会布施持戒，结人天的善果。所以这一类未解脱的众生，他是行善还是作恶，是跟这个环境有很大的关系。我们知道外部的环境是由我们众生业识的心变现出来的，所以环境跟我们的心念有关系。但一旦变出来之后，这个环境又反作用于我们的心理状态。由于这个环境使然，凡夫众生都是被环境所转的。如果你有能力心能转物，那即从如来了。被物被境所转，造种种的善恶业，轮转五道，暂无休息。修善业感三善道，造恶业感三恶道。就像井里面的水桶，或上或下，总之不会休息。而且这样的轮回动经成点劫，在这过程当中就迷惑颠倒，迷惑障难，惑就是见惑失惑，障呢就是有烦恼障，有孽障，有报障。这个难就是指八难，就是障碍众生闻佛修法的八种障碍。这些佛教常识我们在很多地方都讲过，这里就不展开了。那这种情况就用比喻来显示，就好像鱼呀，游到网里去，这个鱼代表六道的众生，这个网代表三界。我们的鱼就离不开这个网，很难出来，随着业力流，就长时间的长流。有时候得到佛菩萨的教诲呀，能够断恶修善，暂时出来，就是比如升到人天道。但是有时候又迷惑颠倒，习气来了，又到三恶道里面去了。所以这样的众生勿当忧念，就是佛说我就是忧虑思念这些习气很重的众生。那幸好汝啊，就指地藏菩萨，你是无量劫以来曾经发过恒河沙的大愿，累劫的重视啊，就要对这些六道的造罪的众生要救度。这是你累劫以来不断发的愿，现在我把这些这个失信无定的众生交给你，我就没有担心了，无有忧虑了，放心了。当佛在说这种语言的时候，在这个法会上有一个大菩萨叫定自在王菩萨，从他的名字来看，他有甚深禅定的功夫，三昧的功夫，由这个禅定三昧得到大自在，就叫定自在王菩萨。他就出队列向佛来请问这个地藏菩萨发愿的情况，就向佛说：世尊，地藏菩萨累劫以来
各发何等的誓愿，才在今日得蒙世尊这样殷勤再三反复的赞叹。你看释迦牟尼佛是这样的看重地藏菩萨，不断的赞叹，那是在所有菩萨当中的特例了。那这个定自在王菩萨就得要了解一下，到底是什么因缘令佛这样赞叹，唯愿世尊略而说之。略而说之就是，如果要广说地藏菩萨的累劫的发愿，那就太多了，让他选择一两个来说一说啊，让佛说一下。尔时佛就告定自在王菩萨：谛听，谛听，善思念之，勿当为奴，分别解说。啊，这就告诉我现在要告诉你的，一定要认真的谛听，要奴隶的思维。好，下面就介绍了地藏菩萨发愿的两个故事。第一个就是小国王所发的愿，时间也是过去无量阿僧祇无那由他不可说劫，这个时间都不是我们凡夫所能想象的，就是非常久远的时间。阿僧祇就是无央数的意思，那由他是意的意思，无量不可数的意的不可说的劫啊，用大的数目不断的重复，说明这个时间非常的悠久的过去。当时有一尊佛，名号是一切智成就如来，说明这尊佛已经证到了一切种智啊，具有佛的十个称号，十个尊号这里就不一介说了。这尊佛的寿命有六万劫。这尊佛在没有出家之前呢，是做一个小国王，他的邻国也有一位国王，这两位国王就是同参道友啊，非常的啊有缘分。这两个国王都在自己的国家修行十善业道，也就是说十善业成了这两个国家的宪法和行为的准则，以十善业道来饶益他所治下的众生。那么这两个国家他们还有另外一个邻国，这个邻国却不是用十善业来治理国家，而那个国家的众生都是造恶的众生，多造恶业。那既能都是造恶业，那个国家的政治肯定很紊乱，福报也很低啊，常常有种种灾难。所以这两位国王就在一起研究啊，怎么想方设法来帮助那个造恶的啊众生。这时候这两个国王就发愿，一个国王发愿，愿自己早成佛道，再来度这些造恶的众生，把他们度尽，这是一个国王发愿。另一个国王发愿是先要度这些罪苦的众生，令他们得到人天的安乐，乃至得到无上菩提，就是让这些罪苦的众生成佛之后我才成佛，发的这个愿。
所以释迦牟尼佛就告定制在王菩萨，一个国王发愿早成佛者，就是一切智成就如来，还有一个国王发愿永度罪苦众生，让这些众生成佛，自己才成佛的，就是地藏菩萨。这是第一个发愿的公案。第二个就是光摩女，也是个孝女，为母亲发愿的故事。这个也是啊，时间非常久远，无量阿僧祇劫，在那个时代有一个佛出现，出心叫清净莲花目如来，这是从佛的相好庄严来建立名号。这个莲花目就是三十二相之一，这在因地当中啊，用慈悲的眼观一切众生，感得像莲花一样的眼目，非常清净庄严。这尊佛的寿命有四十劫，正法过去之后就在相法之中。有一位正果阿罗汉福度众生，福度众生就是慈薄啊，乞食，这本身就是为众生做福田呢。如果一个众生能够布施到一个阿罗汉，那就多少劫都能够升到天上的。所以这位罗汉托钵都是因次教化，就是到哪个地方托钵，不会分别，从第一家开始托起，也不分富贵贫贱啊，就托七家啊，就叫次第教化。当时有一个女人叫光目啊，她就恭敬地准备了饭食来供养这位罗汉，这是世事供养之一了。这个饮食的供养啊，有功德啊。如果人以饮食布施人，有五种功德，饮食能够维持人的生命呢啊，所以你布施饮食就等于布施生命，吃了饮食呢就能够啊脸色很好啊，气血充盈，叫施色啊。饮食能够啊吃饱就有力量，叫施力啊。饮食之后心里就很安泰，就叫施安。饮食之后你的口才就会伶俐，叫施辩。所以这五种就是五种福德。如果能布施阿罗汉的饮食，这个福德会放大100倍。居士做啊四时供养，那这个啊出家人呢就得要进行法布施了。所以罗汉这个接受供养之后就问欲愿何等，就是你施食供养你有什么样的愿呢？光摩女就回答，这个我是我的母亲死亡之日，我施食是为了救拔我的母亲，我不知道我的母亲生到哪一道里面。那阿罗汉知道是一个孝女啊，就很怜悯她，就啊要入定啊。阿罗汉首先要着意入定来观察，入定观察就见到光目女堕到了地狱，受极大的痛苦。所以这个阿罗汉出定之后就问光目女，你的母亲生前造作了何等的行业，现在可在地狱里面受大苦。光目女就回答，我的母亲生前啊属
所造的恶习就是喜欢吃鱼鳖之属，就杀生啊，吃鱼吃鳖啊，这些水族的众生，而且所食的鱼鳖呢还喜欢吃那个籽，鱼籽，你看鱼里面那个肚子里面很多的籽，还有鳖里面也有籽，就把这个籽呢拿出来，或者炒着吃，或者煮着吃啊，使这些水族众生子母俱亡，放纵自己的口腹之欲呀、饕餮呀、这样一辈子吃下来，那这个要计算这个所吃的鱼鳖以及它的籽啊，那是数不清了、是犯了这样的杀生的罪孽。所以光目女希望尊者慈明呐、我怎么能够救我的母亲？这位罗汉就怜悯这个孝女，就跟她讲说了救度的方法。你看这个方法是什么呢？就让她念佛，让她照相。这个方法竟能跟觉化定自在王陀来教给婆罗门女的方法惊人的一致。阿罗汉就说，你可以自诚心念清净莲花目如来的名号，在肩带或者画清净莲花目如来的像。你能这样的念佛说像，无论是你自己还是你死亡的母亲，都能得到好报。光目女听到之后，就真的是自诚心了，把她的家产、所珍爱的一切、她的金银首饰，全都变卖。变卖之后，就去置办种种供养品，以及画佛像。那这些都佛像画好之后，以恭敬心在佛面前悲泣瞻礼，也是非常的悲痛，因为他知道母亲就已经在地狱里面了，希望佛来救度啊。那这样的至诚所感就有所因了，就当天一晚就在梦中见到清净莲花目的佛呈紫金色身晃耀就是如须弥山一样的高大，放着至圣的光明，这叫纯孝感格呀。在梦中佛就告光目女呀，说你的母亲不久会生到你的家庭，这个小孩生下来才觉饥寒，就是他有感觉饥饿和寒冷的感觉的时候，他就会开口说话，这就暗示着他母亲要转身过来。光目女的家里的一个婢女呢，就生了一个女儿，这个女子呢不到三天就能说话，这就是罪母托生婢女家了。一说话这都很奇特了，就是现在讲的再生人，一说话就知道他就知道我前身怎么怎么样，就起手顶礼悲泣，向光目女来说话，说生死业缘果报自受就是我造的恶业啊，自作自受啊，我是你的母亲啊，长久的处在暗冥的地狱，自从跟你分别以来，就
堕到了大地狱呀、啊。承蒙你能够啊、念佛、塑像、供养这样的福德之力，我才脱离地狱来受身，方得受身。受身为下贱人，这也属于重业轻报了。本来他要在地狱里面动尽一劫受罪，现在呢还能够升到人道，所以呢是下贱人啊。但是作为下贱人呢又短命，只有13岁，13岁过去之后啊，这个鱼剩下的罪孽还没有受尽，还要落到恶道里面。这说明这个他的母亲对他的前生后世都一目了然了，所以就求你有什么样的妙计令我解脱，避免这样的后果。那从这一段来看，这自始至终都有着佛的加持，没有佛的加持呢，这个罪有罪的母亲不可能从地狱出来，没有佛的加持，他不可能能说的前生后世说的这么清楚。那这个光目女听了之后，知道这个婢女呢啊，婢女所生的女婴就是自己前生的母亲，无有怀疑，就痛哭啊啊，哽咽悲啼而白鼻子说，既是我的母亲，你应该知道你所造的本罪，你是做了什么样的行业堕于地狱。这一则是要进一步证实一下，毕竟是一个改头换面说是自己母亲，还在证实一下。另一方面也是希望他这个从地狱出来的情形来说出地狱的真相，让更多的人能相信。那这个婢女的女婴就回答，我是以杀害众生啊，就是以及恶骂，他还伴随着恶口，这两种罪孽受报，如果不是蒙你的福利，就把我的地狱之难以这样的杀业和恶口的孽报，是不可能从地狱里面出来的，为何解脱？那光摩女就问，地狱里面的罪报到底是些什么样的情形呢？那婢女就回答，在地狱里面这个受的苦的事情不忍称说呀，很苦啊，说不出口啊，而且受的苦之多之惨烈，就是百千岁中都说不完呢、啊。意思就是说，我在这个世间只有13岁，你不要为难我了。那光目女听到这个话，就更为悲痛啊，好凄啊，大哭。真的，她一个孝女的这个纯孝之心被完全的激活出来，她就向虚空来禀白呀、啊，就发愿了、啊。愿我的母亲永远脱离地狱之苦啊！愿我的母亲13岁之后不再到恶道里面去啊！愿十方诸佛慈哀悯我，听我为母所发广大誓愿。如果我的母亲永远能离开三恶道以及贫穷下贱的女人之身，
而且永远不受这样的下贱女人之心。他先为自己的母亲救助来启动，启动之后，如果光是为自己的母亲发愿，也还是不够的，也还是狭小的。所以通过他的有罪的母亲的受苦情形，这位光目女的心量打开了，她的发愿就是大菩提心的愿了，就愿我今日之后对着清净莲花目如来向前来发愿，不仅仅是为她的母亲，而是为所有的苦难的众生的，就是缺后百千万亿劫中，就是我发愿所经历的时间非常久远，千万亿劫中，应有世界，应有世界就是十方所有的世界，不遗漏一个世界，在所有世界当中，所有的地狱里面，以及三恶道遭受痛苦的众生，我都要发愿救助他们，拔除他们的痛苦，令这所有的众生离开地狱恶趣，离开畜生道恶鬼道。而且这些三恶道的众生不仅从恶道出来，而且要等到这些所有罪苦众生都成佛之后，我然后方成正觉。那这个愿可以说惊天动地啊。所以为什么我们或说我们在座的所有的众生虽然孽障深重，但有一点我们要有清醒的认知，我们成佛比地藏菩萨要早，先地藏菩萨成佛。为什么？这几个愿都在告诉我们，是我们这些众生都成佛，地藏菩萨才成佛，我们还有一个不能成佛，地藏菩萨永远不成佛，这是慈悲之极的大愿啊。发了这样的誓愿，就马上听到清净莲花目如来慈悲的赞叹和传达的好消息啊。佛就告诉光目，你是这样的大慈悲啊，善能为母亲发如是大愿。这样的大愿就能灭一切罪孽啊。就在光目女发愿的当下，她的母亲的命运就改变了。所以告诉她，我悟观，佛眼观照，你的母亲13岁之后舍这一世的涅槃身，就不会生到恶道了，就能生到梵志家，就是梵志，就是以生大梵天王作为志向的婆罗门家，能够活100岁。身为梵志之后转生，就是转梵志的涅槃身之后，就是梵志这一次就能生到无忧国。无忧国土，无忧国土就是西方极乐世界，在极乐世界寿命就不可计劫，就是寿命无量了，以后就能成就佛果，到了无忧极乐世界就能成佛，成佛之后就能广度人天，数量像恒河沙那么多。你看，这是佛教的
深妙的道理。当你真诚发愿的时候，虽然你还没有付诸行动，命运就已经改变了。为什么能改变？一切法由心想生，唯心所现，唯识所变。这个光目女的母亲就是光目女内心的无明之母，透过这个母亲的折射，光目女也深知自己的内心有这种无明的杀业和恶口，所以透过这样的孝道以及忏悔，在佛面前的发的这样的不可思议的大愿，这就类似于一个盛大的水灭了小火一样，光目女内心的那种无明的杀业的孽的种子消失了，恶口的恶业种子没有了，内心是一个光明之状的。就在当下，他原来折射的那个有罪的母亲的不好的结果马上消失，于是显现的就是当下发菩提心的光明藏里面的他的由无明之母变为智慧之母的结局了。所以他能升到梵志家，他能升到极乐世界，他能成佛，他能做度众生，这些也就是光目女内心的巨大的转变。所以度父母度众生，最终还是在度自己，自他不二。那么最后佛就把这个故事结合现在的法会，告定自在王菩萨，就是无量阿僧祇劫以前的罗汉啊，度光目女的罗汉是谁呢？就是这个法会的无尽意菩萨。这个光目女，光目女的母亲是谁呢？就是这个法会的解脱菩萨。那么光目女是谁呢？就是地藏菩萨。你看无量劫以前的这三位在一起的人，又在无量劫以后的刀地天宫的法会上碰面了啊，这些业缘关系都是不可思议的。所以就是过去久远劫中，地藏菩萨是这样的大慈大悲，所发的愿超过恒河沙子那样的数目，这些愿的核心都是要广度一切罪苦众生的。那么未来世中，就是指佛灭度之后啊，这是佛最后来赞叹劝勉皈依恭敬地藏菩萨的开示了啊。未来世中如果有男子女人不行善止，不行善止就是恶止啊，邪恶的人啊，这个身口一三业啊，都在造孽的人，乃至知见上非常的颠倒，不信三世因果的人，以及行为上邪淫妄语的人，口业是挑拨离间骂人的人啊，甚至听到大乘的佛法不相信加以诽谤的人，那这些恶业如果用通途佛法的因果对应的法则来看，这些恶业
的众生都要下地狱的，必堕恶道。但如果这样的恶的众生遇到善知识来劝勉他，乃至一弹指间来皈依地藏菩萨，那这些恶业的众生就能解脱三恶道的果报。你看，这都是不可思议的。你这个一般的因果，你造了这个恶业，诽谤大圣啊，邪淫妄语，你不下地狱还有什么其他的出路啊？但是这里却开了条生路，你只要能够皈依地藏菩萨，你就不会下三恶道。如果能够以至诚心皈依恭敬地藏菩萨，对地藏菩萨的画像能够瞻仰顶礼赞叹，进一步来供养以香花衣服种种珍宝或者饮食这些供养具来奉侍地藏菩萨，那他的果报不仅仅是不下三恶道了，而是在未来百千万亿劫中就能升到天上去，受天堂微妙的五欲的快乐。那天的寿命很长啊，天福的福报享尽，就到人间下生人间，还能够有他的余报，能够百千劫成为帝王，到人间做帝王。所以在传统社会说这个帝王啊，都叫天子，天之子，很多的帝王是从天上下来的啊。那这个能够啊供养归敬地藏菩萨的，到了天上以后，他到人间还做帝王，而且尤其是他做帝王呢，还有宿命通，宿命通就能知道自己从哪个地方过来的，因果本末，甚至知道自己升天是怎么去的，下来是又为什么当皇帝的。那这样知道宿命哦，原来都是去啊皈依恭敬供养顶礼地藏菩萨才得到这样的福报。所以他知道这个宿命，他做在人间做帝王的时候，当然会进一步的去皈依顶礼塑像供养地藏菩萨。佛就再叫定自在王菩萨的名称，如是地藏菩萨有这样不可思议的大威神力呀。这些用通途的教理来说是很难相信的我们一般讲你造什么孽得什么报这个现在你造的这个孽却不会下三恶道，仅仅是由于你皈依了一下地藏菩萨就不受这个报，一般的人是不相信的。他会说那因果的法则就行不通呢。你没有信仰地藏菩萨，你自因自果那是存在的。当你归命，哪怕造恶的众生归命地藏菩萨的时候，不可思议的大威神力就会展现出来，他力的救度，地藏菩萨的累劫的深重的愿力使然了。这愿力就是广泛的利益众生了。这种事情唯佛才能见证到这样的利益，所以佛就告定自在
王菩萨以及与会的所有的菩萨，你们都应当记取这部地藏经，要在南阎浮提广为宣说流通传播。那这一段是当机者，是定自在王菩萨，他听到佛的这样的敕定，就恭敬地向佛禀白：世尊，愿不忧虑，希望你不要有忧虑，我接受这样的嘱托，我等千万亿菩萨摩诃萨。那不仅定自在王菩萨一个人，乃是千万亿大菩萨，必定能够养成佛的威神加披，广泛的演说《地藏菩萨本愿经》，在南阎浮提利益一切众生。这是定自在王菩萨的一种承担。定自在王菩萨禀白世尊之后，就合掌恭敬着底而退。这一品最后一幕还有一个大的节目了，就是四天王出来了。使四方天王俱从坐起，合掌恭敬白佛言。四天王就是我们说拥护四大部洲的，防止恶鬼侵临的，所谓有东方的持国天王，我们天王殿都有就是持国天王护持国土的。南方的增长天王就是令自他善根增长的意思。西方的广目天王又叫杂语天王，能做种种的语言的。北方的多闻天王就是他的福德之名广闻四方。这个四大天王是以北方的毗沙门为尊，如果毗沙门王念及三方的天王，这三方天王就赶紧过来就叫北方天王统领三方所以这个四方天王从坐而起，来陈述一个内心的怀疑疑问。这个疑问是有一个缘起就是前面地藏菩萨宣说了南阎浮提众生的种种业缘、种种果报，四天王有点坐不住了。由于他有一个责任要保护这个四周的，结果南瞻部洲竟然出了这么多问题，他也有责任呢所以他要起来问这个问题所以就说：世尊，地藏菩萨在久远劫以来发过这么殷重的大愿，那为什么到今日这些众生还没有度尽呢累得又劳烦地藏菩萨更发广大誓言，意思就是说应该这些众生在地藏菩萨这么多的大愿力量之下早已度尽了，为什么还没有度尽？所以唯愿世尊为我等说，我们有这个疑问。那这个疑问不仅是天王有，大概很多众生都有。佛一听四天王这样问，也借助回答四天王的这种问来解开与会大众的疑问，所以就赞叹他：善哉善哉你的问得很好很好我今日就为汝等以及未来现在天人众等。你看佛的内心不仅
是面对当时的道地天的法会，乃至心里是装作我等众生，未来的天人众等就是我等众生的啊，能获得广利一故，说地藏菩萨在娑婆世界阎佛体内生死轮回之中慈哀救拔度脱一切罪苦众生方便之事，要把这个真相说透彻说明白。四天王一听佛要这个广说地藏菩萨度众生的方便之事，就很欣慰，为然世尊，我们很愿意听闻。于是佛就告四天王，地藏菩萨久远劫来，以直到今日来度众生。实际上前面已经表达，已经度了无量无边的众生了。啊，连成佛的都有无量无边，啊，做菩萨的也是不可计数，已经度了很多很多众生。但是还有众生没有度尽，于是他的大愿还没有圆满，还没有画句号。那地藏菩萨的愿是大慈悯心，是对这个世间的造罪的得到深重苦果的众生要救度，而且以啊菩萨的无眼来观照不仅过去现在乃至于未来无量劫中这些恶业的罪苦众生，由于业缘的辗转的这种牵连，还要轮回，还要受苦，这叫因慢不断。这个因慢不断呢，就是用个比喻，你看那个山里的那个葛藤呐、你长了一个枝条，又生了另外一个枝条，枝条又生了很多的杂叶，这就代表众生，你生一个妄念，就带起了一大片的妄念，一大片妄念又有更多的妄念，马上一片，于是这些妄念这些恶念都会带动他的恶业，于是他的业缘果报就恶性循环，因慢不断。是由这样的因缘故，地藏菩萨又重新发出因重的大愿。所以地藏菩萨是在娑婆世界阎佛体中用百千万亿的善巧方便来教化这些罪苦众生。要知道众生为什么造孽，更多的是知见问题啊，邪知邪见呢、所以地藏菩萨在我们这个阎佛体的最重要的阶段，因慢不断的业缘的恶性循环，就是要讲经说法，讲经说法尤其要讲因果。那地藏菩萨讲因果，先举出这里就列出了23种，这因果都是对应的法则的。首先谈生业的3种，地藏菩萨游化在我们南阎佛体，如果遇到杀生者，就跟他说，你就会得树殃短命之报，你会遭灾殃，寿命短暂，由你杀生，你终止了众生的寿命，你的寿命也不会长。如果遇到偷他人财物的人，就说你这种行为会导致贫穷苦处报，你偷人家东西让人家贫穷，反弹过来你自己就会贫穷，自己就会穷愁潦倒，
如果遇到邪淫的众生，就会告诉他，你下辈子就会变成鸽子、麻雀、鸳鸯这样的报。这些鸟类都是五彩斑斓身上都很好看鸳鸯呢雄雌永不相离鸽子呢也是最喜欢这个交合。这就是你叙事的邪淫的恶报，变成这些淫鸟。好，下面谈口业。如果你遇到恶口骂人的人，你就告诉他，未来你的眷属就会相互斗争，家里就会吵架，所以祸从口出啊。如果遇到诽谤他人者，人家没有这个罪过你就到处诽谤他人，你就会下辈子可能就是没有舌头，说不出话，或者你的口生疮，得这个报。好，下面是异业的这个情形。如果遇到嗔恚者，就会莫名动不动就发脾气，火冒三丈的人，下辈子就感得丑陋、六根不具之报。如果遇到乾吝者，就是很小气、很吝啬，不愿布施他人一点东西的人，你就告诉他，下一辈子你就会得到恶鬼之报，你想求什么都求不到，因为你不能布施满他人的愿，以后你想求什么别人也不满你的愿。如果遇到饮食无度者就是一天到晚就想着吃，过度的吃吃得很胖无节制的吃，那么以后就会遭受饥渴咽病报，以后你就没得吃了咽病就是咽喉生病了，或者咽喉癌呀，你就吃不下东西了这都是恶鬼的前兆了，以后恶鬼的咽喉就很细了什么东西到咽喉都变成火炭了这饮食无度如果遇到打猎的人，你以后就会得惊狂丧命报。山里动物人家本身安安稳稳在那里生活着，你一圈起来打猎，那些动物都要很惊狂的逃命，好，以后你自己也惊狂丧命，或者堕到河底去，或者碰到个车祸呜呼哀哉。如果遇到悖逆，就是处逆父母的不孝的人，你就告诉他，以后天地灾杀报，被雷击被水漂，被火烧，被虎狼咬死，这天地灾杀报。如果遇到烧山林树木者，现在确实有些地方树林里面有很多荒草干枝败叶，他不是认真处理就放一把火烧，这些都是非常不好的。要知道那些残枝树木地下有多少众生啊，你这一烧烧死了多少众生啊，那以后你自己就会感得狂迷、疯狂或者昏迷，在这重担当中取死、自杀、莫名其妙自杀这样的报。
如果遇到这个后母虐待不是自己生的子女的人，那你就告诉他，你以后返生，下辈子你作为那个后母子女的儿子，你要相应的受惩罚，或者你年老了被这个后来的子女鞭挞之报。如果遇到去王圃牲畜，就是那些小鸟啊，逃鸟窝呀、小羊小鹿啊，让这些动物的父母和子女分离的话，那你以后你自己做父母，你跟子女就有骨肉分离之报。动物的，你让动物的骨肉分离，就会反弹到自己骨肉分离。如果遇到诽谤三宝的人，你告诉他下一辈子就会成为瞎子、聋子、哑巴之报。为什么呢？诽谤三宝啊，三宝是众生无明长夜的智慧之灯啊，你被你诽谤了就没有亮光，于是你下辈子也就听不到东西，看不到光亮，说不出声音了。如果遇到轻慢佛法这个人就永处恶道报，就永远处在三恶道里面。如果遇到破用常住者，破用常住是一些出家人自己行为不是比丘不持戒，但是装作是比丘的样子来用常住的供养之物，那这样他就会一劫在地狱里面不能出来。如果遇到对真修行人无根据的加以诽谤，他就会感得永远在畜生道里面的报。遇到用滚烫的水来杀生，用火来烧众生，或者用刀来斩众生的人，那以后就会感得轮回地上报。你今生作为人杀了羊，下辈子你自己成为羊，被那个作为人的羊来偿命，杀他吃他半斤还他八两你今生来煎鱼，下辈子到地狱你也在地狱里面被煎这叫地上。如果遇到破戒犯斋者，你受了戒你破戒你受了八关斋戒，本来过午不食，你下午还得要偷偷的吃，那你就会堕到禽兽饥饿禽兽就比如你成为老鼠，那就是吃饭什么时候能得到一点饮食都不定时的禽兽饥饿报。如果遇到非礼毁用者，就是本来这个器具生活用品你的爱惜的器用，你非礼呢就是对这些器具你过度的去用，或者损坏的去用或者动不动小夫妻吵个架就甩电视机甩热水瓶甩碎的人这些人下辈子他想再需要这些器皿就求不到了。遇到那个贡高我慢的人动不动就认为老子天下第一，你都不如我那这种人以后就会成为下贱之人，成为别人的用人。你自己越高
越认为高，实际上以后的果报就越低，所以越谦虚的人呢就越高啊。如果遇到两舌挑破离间的人，那你下辈子就没有舌头，或者有很多舌头卷在一起说不出话。如果遇到邪知邪见的人，不信因果，薄无因果呀，不相信有涅槃，不相信有轮回，他下辈子就升到边地，没有佛法流行的地方，升到邪知邪见的家庭和国家。所以这样概略的总结下，如是等阎佛提众生，他的身口意三业就会有百千种报应。这个报有现报，现世造作现世报，有生报，今世造作来生报，有后生之报，就是未来的十百千万生之后再来报。地藏菩萨说，我今日在这里概略的说一下因果的对应的情形。阎浮提众生的业感差别呀、或者是具足，或者是不具足，或者是有轻有重，呈现错综复杂的因果的格局。那地藏菩萨都是以百千种善巧方便来教化这些众生，令他尊重因果的法则，升起敬畏之感，树立道德自律、自我控制系统。那对这样的众生，他造的恶业先受如是等报，就是先在现世受花报，以后要做下地狱的果报，后堕地狱是果报，从地狱出来又是他的余报。这样的花报、果报、余报也是动经长劫啊，没有办法处理。所以这样的因果佛菩萨是看得很清楚啊。所以佛就告诉四天王，你们是护世天王啊，保护众生，保护国土。从哪里保护开始呢？就是令国土的众生不要去造作这些恶业，一定要深信因果，从迷惑颠倒里面出来，建立正信正知正见。那四天王闻到佛的这样的教诲，涕泪悲叹啊，流泪呀、这四天王也知道南阎佛提众生的习性恶劣呀、就会情不自禁地造作这样的恶业啊。现在多少众生不信因果，不信轮回，杀到阎王酒都敢住，他无所畏惧，他认为就是活这一辈子什么都不怕。但是佛菩萨悲悯啊，四天王悲叹啊，在悬崖峭壁那一步就是粉身碎骨的后果啊，我等众生都不了解啊，麻木啊，愚痴啊。所以四天王是这样的涕泪悲叹，合掌而退呀、四天王也深知要保护国土，保护众生，还是要弘扬佛法，宣示因果轮回的真相，地狱的惨痛。好，南无阿弥陀佛。Thank you.